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鲑鱼局的珠宝 3D 设计教学频道。十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影片，不过这边还是让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做个简短的说明。首先，我们有针对珠宝设计做出相应的环境设定，如果是新朋友的话，一定要点开我们每期影片的完整资讯，然后跟着我们设定指南的影片做一次环境设定。其他背景知识的影片也都会在这边条列出来，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再慢慢观看。还有，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不错的话，麻烦一定要帮我们订阅、分享小铃铛。接着就让我们进入这一期的主题教学吧。我们这次主题是仿生六边形，这次会利用线框修改器快速的做出这样的仿生结构设计。先添加六个顶点的网格圆，挤出面，然后直接放大，再添加细分表面修改器。然后换到前视图，挤出厚度，切除中间的结构线，再删除到剩六分之一的结构。最后再删掉左半边，然后用镜像搭配环形阵列重新做出完整的结构。添加旋转60度的空体当作环形阵列的参考目标。添加阵列修改器做环形阵列。接着增加一些 loop， 我们先把物件做出竹子的视觉。先有竹子的视觉，以后再来的仿生感会更直觉。外形确定好后，先复制一次，然后是处理仿生结构。但首先我们要先用大量毁灭修改器减少结构面，用细分降级将结构面减少成少量的菱形面，再加上框架修改器做出实体结构。用细分增加面数和平滑结构，然后竹节的部分不需要，直接删掉，留下这样的部分就好。再用刚刚复制的部分做出没有孔洞的竹节，记得要做出厚度，不然是不能列印的。
接着是材质的部分，这次我们做成双色，竹节的部分用第二种的黄 K 金，仿生结构的部分用第二种的白 K 金。这次的 HDRI 是这张数学公式选相乘，力量用一。接着来看 render 的结果。OK,render 的结果还不错，大家也赶快跟着影片加入 Blender 珠宝 3D 设计的行列吧。那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了，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们订阅分享小铃铛。如果觉得 Blender 很棒的话，可以订阅 Blender Cloud， 既支持 Blender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棒的资源，让自己的功力大增哦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教学再见，拜拜。